咦，不会吧，库马科技来信，啊又是怎样啊？我最近都在拍学术教学影片啊，应该没有乱搞东西出错吧，快来打开看看里面写了什么。香蕉人你好，最近看到你帮香嫂组装新电脑的影片，在下方留言区有观众提出，如果前面板换成铁网板，说不定散热效果会更好。而我们刚好有个新产品机壳 Masterbox TD500 Mesh， 造型设计完全符合观众所要求的，不知是否有意愿测试看看吗？期待你的回复，库马科技。哇，现在厂商都那么细心到还会去看留言区内观众对产品所提出的问题啊。既然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当然不能放过这一个好机会，立马回复答应测试。本集由 Cooler Master 库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家好，我已经拿到由库马科技送测 Masterbox TD500 Mesh White。 没错，你没看错，这次我们要来组装的是白色机壳，因为我有一张维新 H270 白色主机板，也是我第一次组装黑苹果的老战友，刚好有白色机壳可用，终于可以帮他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不用再封印在纸箱中。而在库马官网上，你会看到同样式的 TD500 ARGB 机壳，差别在这一个机壳是用亚克力做出的水晶面板造型，而 TD500 Mesh 就是它的改良版，将前面板改成精密网孔设计，加强散热性能，而且还不只是单纯一片铁网而已哦，是有多边形网孔，拥有三维的轮廓，能提供更顺畅的气流，并有效过滤灰尘，真的是很赞的设计。而这水晶强化玻璃侧板使用 CNC 处理，经过钻切精心几何线条设计，真的是缤纷透亮，超级好看，又兼具强度和美观，这先进技术又融入艺术美感，真的无人能比。接下来介绍 TD500 Mesh White 的产品特性。首先是这水晶强化玻璃侧板固定方式，是下方用卡榫设计，再由上方两颗螺丝固定，拆装时就比较安全，不怕没人拿好而敲到角落破裂。贴合的边框更是多一份保障，而优异的多边形网孔能同时提供顺畅气流，并减少灰尘进入，提高散热效果。在前面板已有内建三颗 ARGB 风扇，能为机箱内带来更多冷空气来帮助散热，同时也支援多家主机板的 ARGB 灯光同步效果。而这个简易灯光控制器，如果你主机板和我一样没有3pin 5V ARGB 插座，也是能用这个控制器达到灯光同步效果。但由于没有遥控切换灯光功能，建议把重开机按键线插在这侧边2 pin 插座上来取代灯光切换键，才不会为了要切换灯光效果又要拆背板带来的不方便。但是有个重点要提醒一下，这内附的控制器只能插机箱内的三个 ARGB 风扇，如果你和我一样想多加几个风扇，请记得要多买一条1/5 ARGB 线和1/2风扇电源线，才不会发生组装到一半没地方可插。在背部可加装一个12公分风扇，在上方可加装三个12公分或两个14公分风扇，如果是要用水冷散热器，在上方和前面板都能支援到36公分的水冷排，而且看看这前面预留有8公分空间，要装超厚水冷排也不是问题。在前面板和机壳 IO 采分离式设计，到时要拆下来清理灰尘，也不怕把 IO 连接线拉断，太贴心的设计啦。而上方的 IO 槽有两组 USB 3.0 等多项功能插座可用，机壳可支援 ATX、EATX、SSI、CEB、Micro ATX 与 Mini ITX 等主机板。塔式 CPU 散热器最高支援到 16.5 公分，而显示卡最大支援长度是41公分，在电源供应器能够支援到18公分，而这硬碟架也是可以单边拆掉来加大离线空间，足足有29公分，让你放更大颗电源供应器也不是问题。在硬碟方面，可用到两颗 3.5 寸 HDD 硬碟和四颗 2.5 寸 SSD 硬碟，或者是全部改用 2.5 寸 SSD 硬碟，就能支援到六颗 2.5 寸 SSD 硬碟。在 CPU 背板开孔空间很大，要安装散热器背板也很方便。机壳顶部为磁吸式防尘网，及底部电源供应器进气孔也有防尘网，都让防尘效果佳，也方便清理。
理，底部架高的脚垫也能提升冷空气吸入，增加散热效果。那机壳就先介绍到这里，不浪费时间，开始来组装吧。Go！ 这次酷马科技也输人不输阵，赞助了我许多零件来完成这一次测试，不然我有好多零件都已经用在香嫂电脑里，又要拆拆装装，真的累死人了。再次感谢酷马科技，谢啦。首先来把封存已久的主机板解除封印吧。嗨，老三友啊，好久不见了！这次我终于找到适合你的电脑机壳，这段时间委屈你了。因为这次测试没有用到 HDD 传统硬碟，所以先把硬碟单边架拆除，来加大里线长线空间。放入电源供应器，再把四颗螺丝锁上固定。OK， 完成。把线路都塞回机壳内，组装时比较不会碍手碍脚。先把 Hyper212 散热器装上主机板。把散热风扇拆下来，再来安装 Intel 扣具，在 CPU 上挤上散热膏，撕掉 CPU 接触面保护贴，再盖上 CPU 上面，最后再用十字起子照对角锁的方法把散热器锁紧固定。再把散热风扇装回去。哇，遇到装塔扇常碰到的问题，散热风扇卡到有装马甲或 RGB 饰板的记忆体，所以只要把记忆体先拆下来，就可以把风扇装上，再插上记忆体就可以完成啦。完成后再把电源插头插在主机板 CPU 散热风扇专用座上，最后把线路整理一下，完成这一部分安装。接下来安装酷马科技的 Master Fan MF120R ARGB 风扇到机背和机壳上方散热位置，因为 TD500 Mesh White 只有附前面三个 ARGB 风扇，强烈建议一定在加装背部和上部散热风扇，这样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散热对流才会好。
完成后盖回防尘网，把 TD500 Mesh 坏的机壳挡下，放入主机板的 IO 挡板推入装上。而在机壳内部已有预安装九个铜柱，可在依个人主机板大小移除或增加调整锁点位置。确认没问题，放入主机板，再用螺丝把主机板固定锁紧。完成后，再把主机立起来，再把所需线路规划好并拉好位置，一条一条穿到机壳内部。再依照插座类型插到主机板上面。把 2.5 寸 SSD 固态硬碟锁上固定，再把 SATA 线插到主机板上面。把显示卡电源预拉好，等一下安装显示卡会比较方便。把 TD500 Mesh 坏的机壳躺下，再把显示卡挡板拆掉。完成后插入显示卡，再锁上螺丝固定。最后再把显示卡电源插上。再把主机立起来，转到背面。唉，又是一次痛苦的离线工作，但还好 TD500 Mesh 坏的，下次是硬碟架也是可以拆除单边，增加了许多空间，轻松处理掉这烦人的问题。废话不多说了，开始来离线吧 ，Go！最后把散热风扇的 ARGB 线插到控制盒上，和重开机线插到控制盒上面。再插上供电线，完成后就可以找一个适合位置固定，最后把剩余的线路再整理好，完成，盖上背板，锁上螺丝固定，再转到正面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插的地方 ，OK 啦，没有问题，再盖上水晶强化玻璃侧板，并锁上螺丝固定，完成，最后撕掉保护膜。哇！这白色机壳再加上这水晶强化玻璃盖板，真的好美啊，赞！我们快来开机测试吧 ，Go！
Oh my god， 真的高雅又华丽呀！现在来操作示范 DD500 Mesh 的 ARGB 灯光控制效果。如果你的重开机线有接上去，也就可以很方便在此操作变化。灯光变化种类方式还不少啊，完全可以照你的喜爱感觉去设定 ARGB 光色。如果你觉得光害太炫亮，也可以在按键上停留3秒以上，就会自动关掉灯光效果，再按一次就会再开启。再来用 IDA 64来烧机测试机壳散热效果。这里我们先快转过去。在烧机30分钟后， CPU 温度是在51度，照一般散热要求真的是不错表现。只使用这中价位的塔扇和 TD500 Mesh 机壳，也有如此散热表现，真的是不错。我想玩个 3A 大作游戏，散热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差。最后再来做个总结，目前市面上的电脑机壳设计是百种，所以当你在选择机壳时，一定要想好你是以电竞为主，还是影片剪辑，或者只是单纯文书机简单使用而已。毕竟每一台的电脑发热量是完全不同，如果你的定位是在电竞电脑上，又要要求散热好，真的推荐你使用 Masterbox DD500 Mesh 机壳来加大进风量，增加散热效果，才不会因为机壳散热不良造成 CPU 温度过高而降频，影响到效能，才不会让你玩起来很不开心啊。所以影片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和分享，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拜拜。